莫德纳公司宣布要跟台湾的八家医学中心合作做 mRNA 流感疫苗人体试验，台湾也是亚洲第一个被莫德纳选中的国家。不过对于 mRNA 疫苗的优缺点，卫福部中区指挥官黄高斌认为 mRNA 疫苗是比较新型的疫苗，比起传统疫苗制程比较快，只要一遇到新型病原就能够快速套用。但台大儿童感染科医师黄立明则担忧，目前对于副作用安全性都是未知，还要看后续的研究结果。挽起袖子打疫苗，从最早的单价打到 BA.5 双价，我国累计已经打掉2600多万剂莫德纳新冠疫苗。如今莫德纳公司更选中台湾作为全亚洲唯一加入 mRNA 流感疫苗临床试验的国家。对于要把 mRNA 技术应用在流感疫苗上，不少专家认为前景可期。效果会不会比蛋白的流感疫苗效果好？因为在新冠是这个样子，有可能把将来流感疫苗有50%到70%，提高可能到80%到90%。怕的就是在季节当中它再发生变异，用 mRNA 的方法做流感疫苗的话，它在短时间里面它就可以上线而且生产。对比传统流感疫苗制程至少需要半年，导致每年2月就要先预测病毒株，但要是猜错的话就会来不及制作新疫苗。而 mRNA 疫苗最大的优势在制程快，一遇到新型病原就能够快速套用。行政院首席防疫顾问赵尚淳分析， mRNA 疫苗有机会融合流感跟新冠病毒疫苗两种病毒抗原，做到二合一，甚至还能跟呼吸道融合病毒、副流感病毒结合成一剂，变成 all in one， 但安全性跟实际保护力，有医师认为还有待验证。那疫苗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，就是心脏的发炎，这个在年轻人比较明显。半衰期超过3到6个月，我们身体会把它代谢掉嘛，保护的时间可能会比较短。关键还要看日后的安全性，还有抗体数据，民众在评估是否要选择接种。记者魏雨婷、叶云凡台北报道。